7分钟运动训练。虽然多数现代人都知道运动很重要，但要挤出时间运动真的很困难啊。究竟怎么才能比较有效率的运动呢？美国运动医学会的健康与健身杂志建议只需要一面墙与一张椅子，搭配12项动作，费时只要7分钟，效果就胜过跑步数小时。在开始之前，我们需要穿着舒适合宜的衣服及鞋子，并且做3分钟热身，让身体开始出微汗。接下来，我们正式进入12个动作的训练，每个动作皆持续30秒，然后再进行另一动作。真的有那么厉害吗？接下来，让我们实际做做看吧。站姿开合，属于全身性运动。请大家双脚与肩同宽，然后双手往上互拍时往外跳一下，接着双脚合并，双手放下到两侧，一直重复。靠墙半蹲，属于下半身运动。站在墙壁前一点距离，双脚打开与肩同宽，背部贴着墙壁往后往下坐，就好像坐到一张无影椅子般。记得臀部与膝盖同高，膝盖与脚踝同个垂直面，维持30秒。跪姿伏地挺身，属于上半身运动。首先，双手与肩同宽放在地上，并且双脚打直，接着将手肘朝身体外侧弯曲，胸口往地面靠近，直到与手肘平行，过程中需注意背部打直，重复这个动作。卷腹属于核心运动，平躺，膝盖弯曲，双脚贴地，接着腹部用力，手往前碰膝盖上方，再回到原始位置，重复这个动作。登阶上椅属于全身性运动，在身体前方放一张椅子，接着双脚伸直站稳后，再由另一脚先下来，重复这个动作。深蹲属于下半身运动，双脚打开与肩同宽，腰背打直，身体略往前倾，屁股往后坐，就像要坐椅子那样，重心尽量放在脚跟，重复这个动作。三头肌撑体属于上半身运动，椅子放身体后方，双手伸直撑于椅子的边缘，手指头朝前，手肘朝鞋外侧45度，并利用脚跟和手掌撑住全身重量，接着弯曲肘部，让身体往下尽量到底，再回到原本位置，重复这个动作。棒式属于核心运动，手肘弯曲趴在垫子上，接着调整手肘位置于肩膀正下方，手握拳，然后身体躯干用力，使腹部离开地面，只靠手肘和脚撑起身体，注意身体要成一直线，不要翘屁股。原地高抬腿属于全身性运动，首先双脚与肩同宽，手肘弯曲，手掌朝上与肚脐同高，接着将膝盖尽量抬高，直到碰触掌心再放下，重复这个动作。弓步蹲属于下半身运动，双脚与肩同宽站立，单脚踏步往前，并下降身体高度，直到前脚与后脚的膝盖都约成90度弯曲，接着前脚用力蹬回原位，换脚重复训练。
伏地挺身加转体，属于上半身运动。先做个伏地挺身，往上回复动作时，转身向右，伸直右手往天花板方向抬起，再回到伏地挺身的动作，但这次改往左侧转体，重复这个动作。侧棒式属于核心运动，首先右侧躺，用右手肘和右脚支撑，身体离地，维持身体呈一直线。支撑15秒后，换成左侧躺，再撑15秒。最后，我们有一些事情要提醒大家，此套动作不适合初学者，初学者们建议可先针对各个动作好好练习。高冲击性的运动对膝盖负担较大，请依照能力斟酌完成。在运动前一定要先做暖身，做完运动也要做伸展，避免运动伤害。运动强度愈高，代表练习时受伤的机会越大。如果不确定自己的能力，请先咨询物理治疗师或医师，并依其建议从事活动。希望大家能够每天都练习至少3到4次这组动作，如此就能燃烧脂肪，锻炼有氧能力，并养出结实的肌肉。大家一起变健康吧！